没有眼珠子。对，就只有这个，就是没有把眼睛画上去，没有眼珠子。对，没有放眼珠子上去。对，哦，这里还好，这里没什么吓人的，就这么一点点。哇！看看这个会不会吓到朱雨玲？爸爸，妈妈。哎。牵手，跑！好，现在看，不害怕了吧？嗯，你过了他就不害怕了呀。你看，这有什么害怕的呢？害怕？你之前你都还动手动人家了，你都不害怕，你现在有什么害怕的？那个不吓人。又是美好的一天，拜拜。